跟需要给什么恩怨？这个案子是发生在今天早上凌晨一点多的时候，那一名邱姓男子呢，是我们水上乡的一处民宅哦，开了五枪，那之后呢，悉泄到本分局投案，那我们警方不敢大意，马上立即逮捕，并且查扣他身上的枪支。那我们到现场发现呢，他一共开了五枪，那当然他自称说他是因为不满某位卢姓先生的作为，然后到他的住所去开枪泄愤。那目前我们对于他的说法是存疑的，那我们不怀疑后面有藏镜人，我们现在目前正在扩大的追缉当中，那并且追缉他今天的路径啊、行为跟通讯监察，那我们务必要把后面的藏镜人绳之以法。